两个伙伴，一个女帝，一个青雉，然后青川雨是选择了相对来讲比较新的两个伙伴了，一个新世界路飞以及我们的新世界山雉。好，这里哎呦上来直接被抓住有点难受，然后在这里其实发现他的分身有比较强的压力，哎，直接有情技的起手，然后罗宾继续在连我。为什么我解说的这么兴奋？明明是我在被打，哎，可能今天因为小罗老师不在，今天现场只有我来解说。这里直接有情技把他打走，秦川宇现在也是非常的认真啊，就完全不说话，直接展示一下罗宾超远距离的起手和多有情技。哎呦，直接把我打到了连击保护。这边我女帝也是先夺，哎，又是一个雷利的有情技起手，直接哎呀，八哥快站起来，八哥完了完了完了，就我直接给秦川宇连了一套帅的，要不你可以说说话，也可以放放水，没事，这波我又来了，青雉直接，哎呦想要起飞，哎呀又没飞起来，很难受，这波想等他近战去教我的有情技，哎，教到了，没连上，哎可以，我扫起来了，青雉远速化。是把这个打入这个连击保护，然后我等着放追加技，哎，追加的还恰到好处，但是我这里看到他的那个友情技，我先躲一下，哎，忘记闪了，也是出手非常快啊，这个西斯杰罗也是直接被连了一套满的，哎呀，这个大长腿，直接这个视角怎么感觉我有点生事。好的，这波又被打到了相对来讲很危险的血量了，这波直接躲位，这波哎也被他躲掉了，这波直接哎呦，我想卡我的这个第三段起飞，但是没飞上，又被雷利起手了，完了，哎，意思是你要放我一马，喂，没有放你一马，啊这好，感觉怎么有点快呀？对，差距比之前跟知秋打还要。哎，现在是两个罗宾的对决，也是两边，我跟他互相起手了一下，哎，这里都没点上，我的分身也出来了，哎呦，又被连上，这里直接交一个小马哥，哎，没扫起来，没扫起来，躲一下位置，也是交一个二技能，直接被，哎呦，这里又被打入眩晕了，有点难受，感觉要贡献了一把穿三局，这是两个罗宾，其实发现场上是四个人，四个罗宾。哎呦，难受！直接再叫一个小马哥，保命！在远距离起手，哎呦，又没起手到，又被他的分身直接给打成了一个残血！我的天哪，完了！这把我本来是觉得秦川宇很强，但没想到直接哎，这么强，哎，我还没被穿三啊！哎，可以啊，等一下，操作，换掉一个，还有机会，哎。直接被他的分身给打了一下，我人晕了，快躲快躲快躲，哎，直接快躲，直接他在平 A 我的啊，哎呀，死